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.2 风龙王成命座战士，5.4 卡池两位新女角色曝光，水神复刻延期，5.3 火神冰女强度超模，5.4到七星角色登场，布洛尼亚同位体来了。原神 5.2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恰斯卡即将登场，同时林尼、水龙王纳维莱特、钟离也即将迎来复刻，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火神、冰女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恰斯卡强度相关了，就目前来看，恰斯卡的大世界能力极强，跑图探索能力舒适，但是灵命限制多，想要玩的舒服，二命最佳。配对方面的话，要么双火带水恰斯卡、水神、火神、班尼特或火主；要么双火带冰恰斯卡、火神、现特拉利、班尼特或火主。后者大概率是主推配对玩法。若只是跑图一金，非常值得。这么来看的话，这风龙王算是命座战神，且未来可期了。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，除了已知的火神马威卡、冰女现特拉利会登场外，复刻角色也是不停的反转，在闲云、申鹤、仆人、莱欧斯利来回变动。不过就目前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3 上半卡池是仆人复刻，下半卡池是申鹤复刻，大概率是稳啦。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 5.4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也发生了改动，之前提到的平姥姥大概率是无了，新角色伊安山据说会登场，同时还有一位到期的新女角色登场，复刻角色的话据说是温迪、闲云。这么来看的话，水神福宁娜又要延期，起码得到 5.5 卡池才会复刻了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纳塔 5.2 卡池已经官宣，恰斯卡、林尼、纳维莱特、钟离也即将 up，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 5.3 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3 卡池的相关消息了。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 5.3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火神马威卡、茜特拉利。有关于 5.3 卡池新角色例会公布的时间是在11月18日，距离现在也就不到3天的时间，如果不翻车的话，到时候就能看到火神、冰女的例会了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波。而说起 5.3 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，不得不说版本还是比较多的，早期版本中有提到仆人、莱欧斯利复刻，后来又很长一段时间是闲云、申鹤复刻。不过就最新一版的消息来看， 5.3 上半卡池是仆人复刻，下半卡池是申鹤复刻，只能说反转太多，大家看看就好。其中火神马威卡的定位据说是火后台副 C， 有协同攻击，类似于夜兰。冰女是护盾增益辅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 5.3 版本中，除了第二期离月混池的开启外，据说还有两款新皮肤的上线，分别是胡桃、重云，倒是和之前提到的夜兰相邻对冲了。之前提到的伊安山则是五星雷系长枪萝莉。 5.4 卡池的新女角色直到七人，少女登场大概率是 5.7 级以后了，而至冬冰神也据说是布洛尼亚的同位体。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